我们的课程其实有分成三种那种不同的课程，我们有 intro to tribe， 然后我们也有普通的那个课，然后也有 advanced boxing。 所以对于那些初学者或者是那种比较就是在 fitness 还很新的那些小伙伴，我们会想说 OK， 我们会建议你来参加我们的 intro to tribe。 所以在 intro class 的时候，我们会我们的教练会教大家那些 basic punches。 所以当那些小伙伴已经是适应那个 intro to tribe 的那个节奏之后，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去普通的 boxing class。 所以普通的 boxing class 其实每一位教练都有自己的风格，就因为有不同的风格嘛，所以你每次去的时候你不会有 menu A B 或者是 C， 你可能今天会拿到的是 BA 或者是 DEY， 就是每一天都会是不同的，因为音乐已经是很多元化很多元素了吧，对不对？我们有那种 EDM， 然后有那种 Euphoric EDM 或者是 Hard Style， 然后 R&B 有 Hip Hop， 也有那种 Pop Song 是吧。才发现其实在整个拳击的过程我真的释放了很多负面的一些能量，然后我自己不懂，然后就觉得哇，好棒哦，然后我明天又继续打。我自己本身有经历过，因为那个教练他给的口令不只是要你做这个动作，他们中间也会插取了一些好像很鼓励性的一些话语，很 motivation 的他的 coach， 对，他会跟你说这是你自己的空间，你就会豁出去这样子，然后 give out your best， 英文说 authenticity， 就是要用一个真诚的心来对待每一个会员。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团队就是很强调在于，就是每一个人来那个 fitness studio， 他们是因为不健壮才来我们的那个 studio 来运动。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通常都会告诉我们的团员，就说never judge anyone， 不管你是肥的或者是瘦的或者是高的矮的，还是你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都好，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来到这里我们会想要营造的那个环境都是安全的那个环境，所以你来到这里，第一你不会被 judge， 第二你有自己的空间来做运动。而且我们会一直强调这不是一场比赛，我们应该对自己的那个健康就是努力吧，而不是我为了某人而努力这样子。会 expect 如果我去的话会不会打瑜伽全身痛啊或怎样呢？其实我不会说是痛吧，应该说是酸吧就是 muscle soreness， 因为你在挥拳的时候你会使劲的去挥拳嘛，然后当然你会用身上那个肌肉的那个力量，你的核心要时时刻刻的就是收腹它，然后同时你要就是会有一个姿势你要站着然后挥拳，所以基本上你全身都在运动，你的全身的那个肌肉都在 function。 真的吗？我还想说那其实哪一个部分的肌肉就打了也会比较发达一点？对，上半身肯定会比较多，还有你的核心。对，其实我自己的 experience 就是因为 MCO 在家每天跟他们那线上课程打，我就觉得应该手会很酸。不是，我跟你讲最后是我的腰酸啊。哇，这就是说可以练到 six pack 了就是你的 core 会变很强咯，在那边打拳的话。对，而且 core 的意思就是腹部啦。然后其实腹部的那个强度呢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整个脊椎都是靠那个腹部在支撑这样。